今天化成我父亲的样子，给大家表演一段过去他说过的相声，再一次的感谢大家对他的关心和怀念，谢谢。您说这个人要是好唱啊，也能唱好了。哦，能唱好了啊。业余演员嘛。哎，业余爱好。业余爱好。嗯，不过这个业余演员呢，啊，就得在业余时间研究。那当然了。还有的人太爱唱了。哦，看见什么唱什么。是啊。嗯，这种人叫什么？戏迷。戏迷。哎，戏迷啊，准要入了迷，他一定唱得很好啊。那也不见得。嗯，你什么时候看人家专业演员在马路上唱过？这还真没看见过啊。嗯，人家专业演员，人是学一出唱一出。对，一出一出的唱那样啊。嗯，那戏迷就不是这样了。戏迷是怎么样？他是生活呀。生活，生活戏剧化。是啊。哎，你比如说吧，啊，咱们见面了要谈话了，一般人见面怎么说？都是这样啊。哎呦，郭先生，哎，你很长时间不见了，可不老没见吗？身体还好吧？还好，有时间到我那玩去，我一定看望您去。再见，啊，咱们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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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样，都是这么说。啊，哦，戏迷就不是这样，戏迷见面怎么样？他冲你唱，唱，哎，一见面是这样，怎么样来？啊，郭先生，一向为会，别来无恙啊。少陪了，好嘛，这位神经病，就是这样。哎，你说在咱们生活当中真有这戏迷的人吗？我们邻居就住着这么一家，有这么一家，老两口都是戏迷。哦，老两口子都是戏迷啊，整天唱啊。是啊，有的时候我们回去晚了，嗯，12点多了。你听啊，老两口的还唱呢，那儿唱着呢，没散戏呢。嗯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我们刚起床一听，怎么样？那儿又开台了。哦，又接上了。嘿嘿，这甭问了，嗯，也是生活戏剧化，就是这样啊。嗯，有一天早晨起来啊，我端着脸盆，我说打点水洗脸吧。对，走到人家窗户底下一听啊，又唱上了，又唱上了，唱上了。唱的是什么戏？什么戏？就是商量吃饭。商量吃什么饭也唱啊。这戏剧化吗？戏剧。而且老两口这称呼都特别特别。哦，怎么个称呼法呢？这个老头管老婆啊，啊，叫妈妈。妈妈。嗯，老婆呢？这个老婆管老头叫姥姥。哦，这什么辈儿啊？都是戏词吗？哦，是吗？老头说了，啊，妈妈，今日你我儿老吃什么饭呢？啊，嗯，啊，姥姥，你我儿老吃炸酱捞面嘛。炸酱捞面就吃吧，怎么还唱上了？是啊，你嚷什么呀？是。老头又说了，怎么说？拿来，拿钱来，我去买面呐。对，这钱嘛，哎，惭愧了啊。您您等会儿吧。这惭愧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没钱呢。哦，没钱呢。啊，老头一听难过了。嗯，哎，不好了。怎么这还叫起板来了？我一听，我先别打水去呢。嗯，我先听戏吧。听戏。我什么戏都听过，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呀。这舞蹈是够特别的。嗯，还真唱上了。啊，什么词儿啊？戏词儿啊。您给学学。听说要吃炸酱啊面，怎奈手中无有钱，阎王啊捉。还一摞呢，哪儿？我把脸盆掉地下了。